界号称是全球最大最豪华的邮轮海洋魅力号日前在美国首度亮相，而最近即将要举行它的处女首航。耗时六年，花了$15亿才打造完成的高档邮轮，它光是体积就比赫赫有名的铁达尼号大上4倍，总共有17个甲板，能够容纳5400名旅客，而且您可以想到的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在船上是应有尽有。除了知名的艺廊之外，甚至于全球知名的连锁咖啡店都直接搬到海上去了。冲浪、马戏团表演和豪华的生日派对，这些活动通通在全球最大的邮轮海洋魅力号上演。And how is this for alluring? This guest suite is more than 2,300 square feet of pure luxury. It's amazing. The decor, first of all, is just beautiful. All the shops inside, the pool area is just awesome. 耗资$15亿，6年的时间打造，重达22.5万吨的海洋魅力号，足足比铁达尼号大上了4倍。上头有17个甲板，足够搭载5400名乘客，分成7大主题区域，甚至有一廊进驻，以及史上第一家的海上咖啡连锁店。Shrek, Madagascar, Kung Fu Panda,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In all kinds of interesting and fun ways for families to enjoy. 航行在加勒比海的海洋魅力号以奢华著称，把陆地上有的娱乐和休闲设备全都搬到了船上，宛如是一座会移动的海上城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